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让我们隆重欢迎，有如台南小鲜肉歌手，有如小布鲁帽歌手，斯安迪。拍手。哎呀呀呀呀！我觉得我今天那个不要脸程度100啊。那接下来呢，就在这首歌曲华晨宇的《易燃易爆炸》送给台南的朋友，谢谢。谢谢大家这首歌曲。